少しで夢らしく、マジで語るには難しく、時代は突き進んでるけど、君を幸せにしたい、僕が僕らしく僕であるために、是这儿，是这儿。你好。哎呀，欢迎你们！呀，恭喜你们搬家，还有开店成功啊！谢谢你。爸爸呢？在里边整理采购的东西呢。哦，真使我吃惊啊！没想到父亲这次真的要开摩托车商店。啊，大丸他呀，想要在小建筑的东京开一家店，这是他的梦想，以前他就这么对我说的。给，喝茶吧。啊，谢谢您。夏实今天也过来吧，他应该能来的，这个时候也应该到了。钢丝这么断了，哎呀，我可真是不走运呐！也不能就这么推着走啊。这附近就没有摩托车店吗？我在前面的花店打听过，据说这个店挺兴旺的。啊，你怎么了？这一阵子虽然有顾客来，对不起，哦，是顾客。来了，欢迎您。没错吧？哦，的确很可爱。你们找什么东西吗？没什么。那么我这就去叫我的丈夫来。老公。哎，喊老公呢。嗯。啊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个老头是她丈夫。哦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我们告辞了。又来了，从早晨起都多少次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嗯，看来我似乎有点明白了。嗯。哎，太好了，真幸运，总算找到一家修理部。但愿能顺利。嗨，有人吗？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，来，喝喝。来，意大利馅饼挺好吃的。是啊，真的，太高兴了，这是我做的。是吗？好吃吗？是吗？好吃吗？太高兴了，小健。商店就那么开着能行吗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今天是开店的纪念日。对。怎么了？这样的感觉真好，在店里像这样一家四口人围坐在桌前。一家四口人？突然说什么呀？真是的。哎呀，说一家四口人这又有什么呢？啊，爸爸，真是。喂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屋里有人吗？你到这店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，我的插杆钢丝断了。我不是这店里的人。对不起。
你不是这一带的人吧？这店今天是不是休息呀？怎么说呢？这店向来都是这样，很少能碰到这家的老头。这店是老头一个人开的，已经上了年纪，身体似乎也不大结实。是吗？这可糟了！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！出故障了吗？是的。给你看看吧。干得不错。做得这么细腻，一定还有能力。对不起，出故障的是插杆部分。这是你骑的吧？是的，在海湾边骑时不小心一给劲儿，扑哧一声就……不是那个，我问的是这摩托车是你调整的吗？不是我。对不起，钢丝和工具在那边。可是我从来没有修理过。这也不行啊。你没有资格骑这辆摩托车，以后再来吧。十，谢谢。大家都为你担心来着，赖奈今天特意做了5个人的饭菜，而且还给你留了一份呢。不过呀，中岛君和伯父都喝得烂醉，没等吃完，中途就睡着了。啊，真是，还我的饭菜！于是你就把摩托车放在那儿了。嗯，真是奇怪的店。等下个休息日我就去取回来。还我的摩托。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可以顺便锻炼一下嘛。别讽刺了好不好？就算他一眼看出来那辆摩托是你的杰作，可没有像那家店那么干的。哼，我一定要取回来。是鹰野摩托。你来了，穿上那个，我教你。我这是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对不起。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对对，与取下时是相反的步骤。难得的休息日。那边不对，我说了多少遍了。如果当真的话就……哎，真是没办法。是的，现在那辆摩托车完完全全属于你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摩托可以还给我了吧？下面座位制动器部分交换，调整一下链条，并且要补充蓄电池。快点干完，但是要认真且正确。机器是有生命力的，连自己的机器都收拾不好，就没有资格骑它。知道吗？所谓调整，就是指让机器成长起来，
并且与骑车的那个人的灵魂成为一体，甚至进化，就像他有生命一样。现在明白了吧？哪一部分都做得很出色，那是当然的了。我可是忍耐着老爷爷的身世，好不容易才要回来的。不过你一天就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得好好谢谢那位老爷爷。不过这辆车确实比以前好使多了，这是事实。哎，不，我倒没有比美信更好了的意思。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轿车更好了。对呀，那个老大爷他简直是太擅长驱使人了，他自己一点都没有动手。小石，哦，气化器的调整也是你干的吗？不，不是我干的。那是大爷干的吧？也许是吧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你怎么了？千本。干什么？过来一下。啊？情况不妙。什么不妙啊？那样子好像在生气。在生气？因为受了打击。为什么？刚才的那个可以说是高明的调整，自己装配的摩托车被一个没见过的大爷拆得乱七八糟，是什么心情？并且那还是比自己高明的专业化人员干的。也许是打击。当然是打击了，小早川本来自尊心就挺强，加上你又置他于死命。这么说是我的责任。太好了，能够这么珍惜他。哎，与你说的完全不一样。大爷。哼，你又来了，已经没有事了，回去吧。我可是特意过来的呀。住手。没想到这么幼稚。放开我。今天我把伙伴带来了。伙伴？给我的摩托车装配的。哦，那是你的伙伴做的呀。他说非要见您一面不可，所以带他过来了。咦，哪儿去了？真可笑。这些都是比赛用的。这相片是和大任家的一模一样。这是摩托车吧？那个也不是普通的吧？啊！喂，不许碰那个！真漂亮啊！知道吗？不许碰，不许碰，千万不要碰那个！营野先生，啊呀，多卡特池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。真是的，怎么跑到那儿去了？你就是这丫头的伙伴。我叫小早川美幸，您就是十几年前驰名全国的机械师营野英世先生吧？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尤其是对多卡特池的装配有着非常高的评价，据说当时坐上它的人就像着了魔似的，赞不绝口。哇，据说您的本领超过了瓦克斯，仅仅过了两年，在活动闭幕时有一桩事故。怎么连这件事都知道？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真没办法。这句话是你的口头语吧，老鹰？你是中岛？听说有一家很奇怪的摩托车店，我就过来了。十几年前，那时我们还是中年，为了超过瓦克斯拼命干。
还是不行，不行，放弃了吧。这辆车的状态我了解，交给我吧。不过，这是什么样的速度啊？第二名是三号选手，开着多卡特驰的中岛大丸。不好，还差500米就要追上第一名了。不要蛮干，中岛。前面的我们，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是能胜利的。不，我们对赛车的执着是无法形容的。本来就要开始中途计时了，就要尝到成功的果实了，却……已是极限了。由于过分追求马达调整的极限，与车体的平衡已达到了极限。那一天我们非常激动，不过幸运的女神在最后即将要到达终点线时没有理睬我们。可是那不是你的责任，都怪我没听你的话才会那样。不，负责安装那辆车的是我。正因为这家伙，你的左眼彻底失明了。经常喝酒的我把腿弄出了毛病，我们老头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营业先生，我们当时的梦想在最后的拐弯处以中断而告终了。没有办法呀。哎呀，真是没有办法。不许碰那个。对了，大爷，别在那说个没完没了，还是干吧，大家一起到拐弯处终点为止，来干吧，这不就捡回面子了吗？这姑娘。喂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了，下石。好，出发。赢。喂，老鹰啊。这是那个时候的。为了这个时刻，我一直珍藏着。没问题，夏石他一定能控制住这辆车。说的没错，这可是老少二位名机械师铸造出来的怪物机器，不会为这点事而气馁的。我要蛮干。现在，我要让你们看看梦的开始。
真没办法。那一天被雨淋湿的袍表，今天被泪水淋湿了。将軍の企みにより恐怖のるつぼに陥れられた交通安全センター。逃げ惑う子どもたち、果たして奴の目的とは、企みは何か、そしてその仲間の信号無視男の正体とは。突如として訪れた事態に立ち向かえ、我らが交通戦隊 OB3。 次回逮捕しちゃうぞファイル20、戦え交通戦隊 OB3 合体必殺。